真的，他真的是有节目效果，大萌啊，大萌真是可以。放心吧，他来呢，肯定的。对，只有他了。史真香。搞笑了。史真香，他名字叫。他姓史啊。嗯。历史的史。可以。史真香，他怎么想的起这么名？他那。家学渊源。他是可以，只有他了，别谁搞笑一点嘛？你说，就大佩佩。对阵大萌，大萌是谁？全在问，到时候你们知道大萌是谁。好玩。特约嘉宾，特约嘉宾，真的太可爱了。不是我俩，他不我徒弟吗？嗯。我俩同时直播，就是我的号，就没他上人快，他的号，他五涨真人气，我的妈，就愿看他。我一自己直播不带他，粉丝都问大萌呢？大萌没有看。你拍视频不也是吗？拍视频啊。就下次让大萌拿着我的号给走了，拿着你的号给他们播。对啊，家人们，我得要准备了，我要准备去了，拜拜。你可以直播，啊？你可以直播啊，对的。我要拍视频。哦。我们走了。上台了。哎，我的衣服。七点吗？不是，我们你们可以玩。你六，你七点。我走了，我久了。哎呀，掉了一下掉人呢！我一说下播了就掉人呢。你能不能随便说下播了？说下播就掉人。我们过来了，行吗？哈喽，张碧晨老师。你好，你好。你这个头发这样搞得不好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别贴在这个头发耳朵后面。好的，好，我又忘记我在直播了，我老是忘记我在直播。哈哈哈哈表情管理好吗？我坐哪里啊？等一下，我们先拿话筒跟那个。对。海选啊，不海选，最近不海选。好的。四分钟，听一下。欢迎雨落啊，感谢欢迎。一说下播你们要跑是吧？等一下要化妆师帮我拿着。好，化妆师帮我拿着，我跟你们直播啊，好不好？呜，好冷呐。浙江卫视没有，浙江卫视没那么快，要晚几天。浙江卫视还要晚几天播啊？五一节假日的时候。五一节假日的时候，浙江卫视在播啊。我们这个是录制先直播。哎，这个也卡住了，卡在里面了。那你们还能出声？浙江卫视今天没有播。要那个五月一号再播啊。老师，这个导演没有。五月一号播浙江卫视。头发都不怎么好看，你们说的好不好看是什么好看？你每次都说这话，怎么就不好看了？哎，还有个耳机呢。对去哪了？2分半，爱一个人可以判决结果。肯定是要报批的，搞活动都要报批的。哎，那我口罩是拍上来的，没有。他其实是这场啊。啊，你们在现场啊？我觉得我这头发很好看呢、啊，每次都说不好看。你们就只能接受我直发，我稍微画个发型就不行。哎，别化妆，你上电视不化妆呢？这里风景真的很好啊，像一个世外桃源一样，嗯，像世外桃源。等一下拿着播好不好？就拿这个给你们播，行吗？哼哼。你有梦就
我能坐这吗？对，不是弄湿了。晚上还播吗？我看情况哟，看情况咯。快点夸我美，你们不要我还没上场就说不好看，你这整咋整哦？咋整哦？还夸我美哟？来，这就是背景啊，我们舞台背景就这俩瀑，那个什么喷泉，给你们看一下舞台，看一下舞台呢。舞台这里啊，就这个舞台，张碧晨老师来，看到没有？张碧晨老师，他上台了之后，我们就在那边 stand by 了。好。来，看到张碧晨老师没有？穿着桃红色的裙子。嗨，还有人叫我名字呢。开始啦！哎呦，算了吧，我不打了，我要那个啥。张碧晨老师是要先唱歌吗？不是，他先跟大家打招呼。打招呼，我们第一个唱歌。我们第一个唱啊，好。来了，你等他到前面，好，你帮我拍哈，拉近了要，有时候，你到副歌啊什么拉近了。看我们还有梦，看我们还有梦，都要拍。好。哦，那我上场，我要说出什么来？他让我上去了，在他介绍你的时候。对，但是他听不到声音的，你拍。这是谁呢？这是哪个主持人呢？这是华少，华少，华少。本场歌会由著名的歌手张碧晨领衔。你帮我拿着，我来帮我拍一个视频。马上一到就到我了。知名的新晋艺人和拥有百万收藏热歌代表作的热门艺人，一起来唱出年轻人澎湃的自信和鲜明的态度，一起来畅聊音乐作品能带给万千听众共鸣的时刻和致敬的瞬间。为美好的音乐发声，为每一位唱歌人和听歌人他们共同的心声和平凡的故事发声。熠熠的花。就让我们一起来期待，也让我们一起用掌声的欢呼，有请我们的领衔歌手张碧晨登上舞台。欢迎碧晨。马上啊！好像很少有机会在这个。马上啊！好像很少有机会在这个自然环境下，我们能相聚在舞台上啊！听到声音吗？珍贵的经验吗？是啊，能够在晚风当中能够如此惬意的歌唱，对我们来讲也很宝贵。先生和我朋友问候一下吧。大家好，葛先生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碧晨。今天咱们这场活动特别，因为除了电视机前的全球观众朋友们之外，还有正在通过电视机前观看的网友朋友们，来吧，为大家送上一个祝福。那就祝现在在观看 Z 世界直播的朋友们，然后可以天天开心，可以在这场火热歌会里面听到让你变得火热的歌曲。您看看这个晚上您即将火热起来了啊！咱们这场火热歌会，我身边的这位是领衔嘉宾。这领衔两个字，除了他本身的歌声和他的技巧，当然还有他今天带领大家来到这一场的动机。我想最重要的一个责任是，您得给大家推荐推荐这一场火热歌会。在这片风光之下，哇，真舍不得回过头来。在这一片盛景之中啊，您觉得这场歌会最大的特点是什么？我觉得它既然叫火热，其实这个热字呢，可以是热度，也可以是热量。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这场歌会所有的歌曲告诉大家都是我们在推荐一些百万收藏的歌曲，然后很多百万收藏级别的你要问什么在哪个平台百千万粉丝收到大家欢迎的歌手，对对，然后给大家带来我觉得是一种一耳朵好听的歌，可以给大家留下热量
和火热能量的歌词。您看，热量大概是指的是您听完之后的激动，还有一种可能是您听到之后的共鸣，这可能都是热量。今天碧晨也毫无疑问会在这个舞台上为大家演唱，咱们再次谢谢碧晨好吗？感谢江碧晨，今天作为领衔嘉宾，今天上一首你带来高明的表演啊，好嘞，谢谢，谢谢碧晨。这会儿正在看直播的朋友，您可能看不见和听不到，现场的朋友们正在为张碧晨欢呼呢。来吧，现场的朋友们，让网友们听听你们的欢呼好吗？落日归山海，烟火像星辰，我们的晚会将会以落日山海和星河灿烂两个主题来分别展开上下半场。首先我们将伴随着湖光山色无限好，落日晚霞尽温柔，来开启上半场的叫做落日山河的热单曲。您听这个名字落日山河，而这一刻我们正在迎接这一天太阳的西下，那它就代表着一天的结束，也许正意味着您这一天会得到治愈和热度的时光刚刚开启。让我们来首先欢迎落日山海的开场演唱嘉宾，要为各位介绍，请准备你们的欢呼还有您的期待。他是网友们喜爱的平台一姐，在短视频平台上积累了4300万的歌迷，他随时随地可以放声高歌，凭借极具爆发力的嗓音、极具感染力的台风和极具传播力的歌曲，冉冉征服了千万的观众。各位，让我们一起来欢迎唐毅为我们演唱《熠熠的光》。加油，老板，加油！请大家当壁神。我怕他们绕晃晕了，我们去哪边？好，我们到前面去。我怕他们绕晃晕了，我们去哪边？好，我们到前面去。你是否曾经怀疑，你我是空口虚张，跌跌撞撞？不要吗？不要吗？里面吗？对，我要讲拍视频。跟我们老板拍视频。这边不让过，哎，里面也能拍吗？拍不到正面，拍不到正面。门，因为这边不让过来呢，不好意思。我已经变轻了，还是有气，再多一道又怎样？那城怀里的花朵一样要绽放。真的太远了。我独自夜漫山长，凭着台词的倔强。只想踹开命运的那扇窗，我要做你熠熠的光，黑的闪亮，让你看到希望在身旁，燃烧的滚烫。我要做你熠熠的光，光芒万丈，今天是否能量在照亮？我一时不看到笑得飞翔，他不让进，往哪里上去啊？你所有梦的梦想赶紧走吧。相信你的深情才有希望，只要只要只要把黑暗投降，在这里小心雨过雨亮，隐隐约约在风上，我看见前往的目光，那挥舞的手掌是微光的海洋，天空如此晴朗，我是自己的太阳，如月一场我自己的歌唱，我要做你熠熠的光，为你闪亮，让你看到希望在身旁，燃烧的滚烫。我要做你熠熠的光，光芒万丈，今天是否能量在张扬？我一时不看。Yeah.
谢谢唐毅给我们带来的诚意满满的开场歌曲。嘿，你开始热了吗？所有正在我们互联网上看直播的朋友们，再次要提醒各位在线上的所有观众朋友们，朋友们，今天晚上在观看音乐表演之外，您登录 Z 世界 APP 还可以解锁更多的互动环节。场的每一位歌手将在他们各自演唱结束之后，通过评论截屏的抽奖方式，为所有的歌迷们送上精心准备的礼物。所以一定要留在我们的直播间。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随地的把我们的晚会和您喜欢的歌曲啊分享给您的朋友们，一起来共度这美好的时光。也提前正在观看本场歌会的电视观众们，请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浙江广电新媒体平台 Z 世界，发现新物种解锁新玩法，来参与更多的互动体验。下一位歌手，他在三大短视频平台上的歌迷总量已经超过了惊人的7000万，当之无愧的火热代言人。他的歌声充满了柔情，在通俗易懂之中直抒对感情的理解和感悟。让我们欢迎歌手白小白为我们演唱《我爱你无问归期》，请。哇，这里好吵！还有多少人？302万。有你温柔空气，他们一直叫放大放大，我说从哪里放大的？放大的，我们在屏幕，等会儿我会放在那个台子上，然后我再拿出来。对，你要给大家展示一下，就是你戴的是这个哈。再不怕时光匆匆如烟，不要送礼物了。谁幸福在我耳边低语，放不大。我还要唱一首歌，还有一首歌要唱，唱得太好听了，太远了，太远了。风景如期，我爱你无声这个不能帮忙吗？千万里错过归期，山东一两声的落去，无论朝夕还要唱。我爱你就像自由不过那样的无所畏惧，山谷是黄花绿气，风吹不去。我爱你就像江水连绵不绝，把项链换一下，在你的包里，包里。白小白老师，我对你温柔过期，打不起的，才发现原来花开都有心意，只要你在我生命哭泣，来个白小白老师合唱，才不怕时光匆匆如雨，不好看，是幸福，还有一个呢，不要这个不好看，还有一个呢，那个树的，对，这个好看。开夜店了，要吗？没有吗？这个吧。只要我走遍半生四季，才懂得风景如不及。我爱你就像风筝，隔千万里从不问归期，像太阳升了落去，无论朝夕。这个我爱你就像江水，连绵不绝，永不回头。
不直播了，晚一点回家。